校这么好的场地，尤其是在迎西楼，这个迎西楼还是他们特别票选出来，这么有文学，还有优雅、很美丽的一个名字，叫迎西楼，迎接阳光的迎西楼，非常棒。啊，我们江校长，我们今天来看他们的那个足球，那因为足球是世界非常风靡的这个好的非常风靡的运动，那这个足球，日本的刚刚有大分县的那个议员，还有包括他们会长还有校长都来这里，好，希望跟我们中正高中做互动，一来一往的交流。刚刚我非常感谢江校长提出，让我们的学生有很多可以实现梦想的这一个机会哦，怎么样做交流？教育理性怎么交流？非常专业跟用心的校长，我、趁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们这个是极限场地，刚刚我们就看了游泳场地，那我请校长将机器往上来，来盖小姐。好，这个极限场地是专业而且是很独特的，因为极限的人口在台湾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只要是学生的能力、跟学生的兴趣，还有他的性向，他希望能够达到的梦想，教育最好的一个氛围就是帮孩子逐梦成功。那很高兴我们教育局、市政府协助我们学校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场地，也未来希望这个场地的使用能够更加的顺利，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一个运动场上都能够有好的表现。我非常谢谢江校长，那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击剑项目的这个协务主任，就国家教练，来来来哇，来这个 cue 他一下，等一下 cue 他一下。我们台北市，我们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我还特别去帮我们中正高中、中正国中，尤其是我们击剑队中正高中帮他们加油，表现非常好，非常棒。那这么好的场地，我请国家级的教练讲几句话，来。很感谢科长还有校长的支持，对于击剑的发展运动，那击剑在台北市的成绩都是非常优异，那未来有好的硬体设备，也希望局里在对我们支持，那我们再培育更多更好的人才，那我们再为台北市为国家努力。哦，太棒了，太棒了。今天我除了感谢校长还有主任还有刚刚的足球教练还有我们的同仁非常优秀的卓越的团队，我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督学来整天来指导的已经很忙了，为什么？我不晓得他愿不愿入境，如果没有愿意入境，我也要感谢我们督学，我们感谢督学好不好？好，督学，你们几个好，督学跟你们不要好，我们非常感谢督学。我接受台长。OK， 他因为他如果上镜头，这影片就不能用了，对不起，开玩笑，因为总是我们非常感谢学校还有主任，还有把这个学校经营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园地。刚刚校长还在提到一个足球的这个联盟。小学、国中、高中，还有很多系统性的思维，这个非常好。在办学一个学校校长跟这个团队，能够透过这个专业的还有系统性的思维，非常开创性的能够让我们学生能够实现他的运动梦想，还有他的教育的各方面的梦想，年轻人的梦想。我们让台北市成为一个年轻人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那我们在中正高中非常感谢我们来到这里，就一个这么美丽、这么好的一个专业、卓越的创新的校园。我们说中正高中站好不好？好，中正高中站。